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联赛中学 B 组第三轮比赛。今日嘅辩题系香港英话学习广东话连作入籍条件。对赛双方为正方，保良局八周年理事总结。反方不算对输。再拉闊啲，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香港要保持回
關人係唔係靠腦電波溝通嘅，係要用語言表達我思我想。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咁話，語言承載住嘅係價值取向、信仰同埋傳統。就好似香港人中意話花生油，咁點解唔係香蕉油？點解唔係瓜子油呢？係因為有句廣東話話食住花生等睇戲，呢種神態同埋俚語嘅演變就係非常之咁香港人。又例如香港獨有嘅英式廣東話，例如蛇龜同埋花神，其實係嚟自英文嘅 spirit 同埋 fashion， 都承載住香港中西交流嘅文化同埋開放精神。最後，就算係為咗移民着想，好多人出身基層，要喺香港工作，必須學廣東話，貼地咁生活。所以別提理應成立咁點做咧，其實唔使深㗎，講達到講同埋聽嘅基本水平就足夠。課時可以參考大學課程，大概上39个钟头，分開幾年上，上堂係免費嘅。最後合格係睇考試啊，定係出席率就可以開放討論。各位一身智力還非融合嘅問權領袖曼德拉曾經講過：如果你用一個人聽得明嘅語言去溝通，佢會記入腦；但係如果你用一個人本身嘅語言去溝通，佢會記入心。最後想問有方同學：用心溝通對促進社會和諧重唔重要？香港政府想移民住喺香港地就學做香港人，點解唔係理所當然呢？多謝各位。反方出面，你有4分钟嘅发言时间。准备好先，开始。
第二，標準難以確定，執行可能沒有成效。廣東話和其他語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於廣東話本身包含不同內容，欠缺確定的標準，從來都沒有一個有權威的教授或者評級標準，難以釐定要入籍的需要的學習要求。廣東話有廣州的白話，亦都有常用的語言和詞語。正方在主辯沒有交代清楚要入籍需要學什麼和學多少，不同年齡、不同國籍的人士要求又是否一樣，究竟執不執行到，請有分一副盡快盡負責任解釋清楚。另一方面，香港的學術界也對廣東話的正確讀法十幾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究竟正方想怎樣去設定一個標準來做這個測試呢？最後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一個問題，學習廣東話可以維持現在的做法，提供課程報讀，那為什麼要成為永久性居民的必要條件呢？多謝各位。跟住係公辯環節，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請你自由選擇反方其中一位辯員進行質詢。我要請住。係準備好請問你先。有乜同學啊？你認為乜嘢係維係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社會融洽嘅最好媒介咧？就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埋。得啦，你講緊溝通啦。咁好翻啦，有方同我哋係有共識嘅，就係咧喺人與人溝通咧，語言係好緊要嘅，係咪？首先就香港嘅法定語言唔止得粵語，同埋香港大部分市民。有方，香港係冇法定語言，得法定語文嘅啫，希望你瞭解清楚先再。哦，好，對唔住，我講嘅係法定語言。首先，香港嘅法定語言係有。香港係冇法定語言。法定語文係有粵語同埋英文。同埋香港嘅大部分市民都會識講英文或者係粵語，同埋咁所以你認為香港因為大部分人識講英文，所以香港用英文溝通係咪？唔係，點解？係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社會，大家應該香港係有唔同。真係有方冇嘥時間啦！你認為如果社會分成兩派人，互相唔想溝通，亦都冇意欲溝通，咁社會算唔算執行嘅撕裂咧？咁我想講嘅呢個問題唔屬於辯論討論範圍。你答咗先啦，我而家就解釋俾你聽點樣關聯。溝通唔一定要用語言。解釋一下。你可以用唔同嘅有方你唔係同我講溝通用眼神接觸係嘛？冇電波。或者係可以這個世界資訊發達啦，即係可以用不同的電子用品嚟到幫我哋可以進行一個。咁你都係語言，咁你都係溝通，即係用文字溝通。咁我手寫我口，我口寫我心噶嘛。好啦，咁依家咧，香港咧一派就分為講廣東話，一派就分為講普通話啦。咁社會持續分化咁點算啊？其實我想講日常嘅生活都可以令到你學習廣東話。而家請正方自由派同埋而家請反方自由派各位辯員，向自由選擇正方嘅各位辯員進行質詢。我想問下，準備出去計時。有方同學想問下，點解要加呢個係學習廣東話嘅入籍條件？但係呢個必要嘅。我方意識到咧，新移民就越嚟越多啦。咁我哋意識到語言係維持一個社會咧最好嘅一個媒介啦，所以咧我方認為咧要學習呢個廣東話先可以幫新移民融入社會。咁如果係融入社會嘅話，咁有好多嘢都可以令到佢融入社會，就算係香港嘅語文，即係例如香港嘅生活模式啊，例如基本法法律。咁如果佢哋一唔小心犯咗法，咁佢哋又要坐監咁點算啊？所以，但係我哋認為咧，語言係呢個融入社會嘅第一步，任何嘢都要從語言開始先嘅。呢啲我哋可以稍後再討論，但係語言今日就一定要係必要嘅。咁我想問下有方，點解廣東話會比我哋日常嘅生活重要咧？因為日常生活其實係有好大部分係包括溝通噶嘛，咁溝通係咪用語言啦？有方講，梗係啦。咁如果我嗱，如果有一個人自己一個人嚟到，咁如果佢冇人冇物嘅話，咁如果佢嚟到連街名啊、街名啊、日常知識，即係例
香港綠燈係過馬路嘅，咁如果佢咁樣都唔知道，佢點樣喺香港生活？所以當然要知道法律嘅，但係我哋今日討論嘅係語言啊嘛，所以我方面提倡咗係要學習語言咯。所以學習呢、溝通嘅時候，你都可以知道個街名係乜嘢噶。嗱，而家咧就有數以萬計嘅新移民嚟由中國內地或者外國嚟到啦。咁我想問下而家由同中國嘅移民同埋外國嘅移民嘅考核方法同埋嘅嗰個標準係咪一樣？我方提倡一樣。咁我想問下，如果咁樣嘅話，有啲中國人本身已經識講廣東話，或者已經有一啲廣東話嘅底子喺度，咁會唔會對外國人唔公平？咁佢學習語言係學習同一個基礎噶嘛？咁你有語言，你有呢個語言基礎，當然有都面臨住結束。而家係而家輪到正方第一部辯，你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如果係要
啲來港居民去知道點樣去適應呢啲生活嘅話咧，其實應該係先讓佢哋做永久性居民嘅，佢哋係通過實踐嚟去融入社會，因此有方同其實本末倒置咗嘅。有方堅持話唔學習唔實施呢個政策嘅話，就會導致社會分化。但我方想講嘅係，香港人普遍都是兩民三語，而且一啲例如話街名啊之類嗰啲，其實都係有中英文雙語嘅，所以有方同學其實完全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啦。有方同學都係講過話一啲課程嘅合格點樣俾佢合格可以。亦都可以再出席，但我方想講嘅係，如果係咁，有方同學唯一可以保證嘅就係佢哋有出席學習廣東話嘅課程，對移民有冇掌握廣東話嘅知識或者生活嘅常識係完全冇保證㗎。咁樣同有方同學嘅本意，即係令佢哋通過學習廣東話咁快融入社會，企唔相距甚遠咧？有方同學話語言係第一步係融入社會最重要嘅條件，但我方想講嘅係。其實溝通未必是最重要，其實主要是都係讓佢哋去通過實踐去適應呢個社會，才可以令佢哋盡快融入啦。同埋有方同學，我方再次提醒啦，溝通未必真係要廣東話，正如我頭先所講，香港人係普通都識兩文三語。咁既然例如攞中國嘅例子，如果係廣西省以外嘅廣東省以外嘅居民嚟到香港嘅話，其實佢哋識普通話嘅話，其實係可以完全。香港人溝通到嘅。再回到我方觀點啦，法律規定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嘅條件，包括出生地、居住時嘅權利關係等方面，並冇語言能力方面嘅要求。點解有方同學會認為我哋需要將學識廣東話列作入境條件呢？其次，香港喺過去八十年入面吸納咗大量廣東以外完全聽唔明嘅唔識講廣東話嘅居民，而呢啲並冇導致社會上出現重大問題。例如失業率上升、種族歧視等等，不過有方同學覺得有現存問題嚴重到需要將學識廣東話呢個限制加入再入籍條件呢？我方希望再次提醒有方同學，有方今日主張改動入籍香港入籍條件，係等同於改動基本法，其實唔係話改就改得噶。當中涉及嘅唔只係永久性居民嘅定義，仲有人民嘅基本權利，例如對我哋大家都好重要嘅居留權。因此今日嘅辯題不應成立。多謝各位。反方有冇嘅發言時間為三分鐘？而家係正方第二副辯，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發言。有方同學在座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咧，到而家發咗四筆係咩咧？第一不改變。今日有方同學不斷追問我哋，點解而家就依課程點樣維持現狀？但係我哋睇下喺依二十年嚟，我哋香港有150萬嘅新移民，以前有冇？呢啲就我哋改變嘅契機。我哋有方同學仲話我哋僭建，其實唔係，我哋今日係要對症下藥，因時制宜。第二，今日有方話我哋，今日有方發嘅問題，佢唔重視。佢今日話廣東話爭議大，所以難學就唔學，但係唔係真係咁呢？其實難學唔係一個原因嚟㗎，好似有好多唔同國家，佢都用語言嚟做入籍試，就係因為佢將社會融合放喺一個比難學更加重要的一個境地。我哋唔可以淨係單單因為難學就放棄佢，就放棄我哋嘅社會融合，由得佢撕裂㗎。第三，有方唔了解，佢話對外國人唔公平。首先，其實好似我開辯同一副都講咗好多例子，其實係中西融合嘅文化表現，佢哋絕對係冇問題嘅。更何況今日學習呢個語言係佢哋嘅公民責任嚟㗎，佢要入籍，即係佢睇中我哋香港。他想成為香港人，為什麼成為一個香港人不需要學廣東話呢？是你自己要選入籍，不是我逼你的，有方同學。第四，今天有方同學不仔細，今天有方同學說地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但你看基本法第五條說什麼？他是說我們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是應該在兩制管轄範圍底下。想問有方同學，語言是不是就是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啊？如果是這樣都叫違反基本法的話，有方同學請你仔細定義什麼叫違反啦。其實今日學習廣東話，唔單止喺廣闊富爽嘅社會層面為佢哋提供好處，仲可以喺社經層面帶嚟維持現況，令到香港嘅特別定位得以保存㗎。好似葉劉兒所講，香港喺言論、思想同創作上面係擁有自由，只要發揮我哋本土優勢，就闖出一片天。啲本土優勢係咩啊？就是、我哋廣東話同埋當中反映嘅多元文化，好似士多、沙律，亦都即係 store 同 salad 呢啲詞語，更加係交融咗中西文化表現啦。而
且連廣大語言學系英國嘅教授馬思凡都指出話，廣東話變化多端，表達方式活潑新鮮。更加以廣東話為例，指出所有語言都有嘅特色、語法同文學，唔應該只係當佢係方言嚟看待，係我哋香港嘅主體語言。呢啲就係我哋社經地位上嘅獨有優勢啦。講完整體嘅香港優勢，我哋又深入睇下咁對個人方面有帶嚟啲咩嘅好處啦。其實可以為佢哋帶嚟競爭力㗎。根據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指出，以南亞裔同東南亞裔為主嘅新移民，主要係從事基層嘅工種㗎。2014年嘅貧窮報告亦都指出，語言同溝通能力對佢哋融入社會極其關鍵。作為基層要貼地的生活，只是講廣東話同英，或者講普通話同英文又點夠咧？你要同大家溝通就要用廣東話，你要揾工都要㗎。就好似一位叫做魏建平嘅新移民，就透過學繁體字同埋廣東話獲得咗晉升嘅機會。調查中更表示，好多團體都希望新來港人士可以增加廣東話培訓，同埋今日有方同學要逆趨勢而行，反對全球文化呢一個語言史嘅入籍史咧。多謝各位。第二報表發言時間係3分10秒，無超時無水口發。跟住係反方第二報表，都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即向第四事件。在座各位大家好，比賽嚟到依度，唔難發現有方犯幾大錯誤。一，今日有方的確係俾咗好多關於香港廣東話獨有嘅用詞，例如係花仙友等等。但究竟如果一個嚟自外地嘅人唔識講花仙友，又會唔會影響到佢平時嘅日常生活呢？另一方面，就算佢真係學咗識講花仙友啦，咁嘅認知係咪又會有助佢融入社會呢？第二，其實今日有方好注重溝通一個詞語，其實港方根本就唔否認溝通係有助融入社會，但唔係要佢哋死記爛背，因為就算佢哋真係學到廣東話，合格咗嗰個考試，但佢都唔代表可以套用喺生活裡面。其實最有效嘅方法就係要佢哋喺社會裡面探索，周圍行下，先係等佢哋可以學懂香港嘅生活常識、習慣、價值觀等等嘅最好方法。第三，其實今日唔係我方悲觀，而係有方睇唔清現況。今日有方要知道，其實改一條政策唔係咁簡單。如果邊樣重要，就要改邊樣，咁咪要日日改咯。我方唔否認廣東話係重要，但有方要諗清楚嘅係，究竟係咪重要定唔加咧？其實如果要改一條政策，而家一定要好充分。但睇翻今日有方要列入廣東話為入籍條件嘅原因，有方今日一直都堅持要將廣東話列入入籍原因，就係因為要更加令佢哋更加融入社會。但其實而家政府都有啲政策去幫助嗰啲少數族裔去融入社會，係由教育、就業、社區外展、健康同埋宣傳教育五方面去着手，例如係提供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有助銜接主流中文課堂等等。其實第四，其實有方今日不停同我方喺度比較，究竟有咩國家例子？例如係，如果你要入日本嘅入籍日本，你就要識講日文；入籍德國就要識講德文。但其實香港唔係國家，所以唔可以同呢啲國家相提並論。其實今日有方用國家嚟比較，即係今日有方都覺得呢個問題牽涉到國家問題嘅時候，咁點解我哋香港係有權管中國嘅事咧？中國其實如果係關於中國同國家比較嘅話，咁點解我哋唔要學普通話，唔要學中文？加上其實國家嘅事務係同香港無關，因為受一國兩制嘅牽涉，香港唔應該去干涉國家嘅事務。而其實第五，其實今日廣東話有好多讀法，有好多唔同嘅標準，例如係蘇潮嘅廣文同漢語字典等等。但其實今日我方都問過，有方究竟要點樣評核廣東話水平？但其實今日有方好簡單，但我方句就淨係可以處理到聽講嘅。講同埋聽咪得咯，但其實幼稚園都識講同埋聽啦。但係點解有方今日定到咁低嘅時候，咁同而家有咩分別呢？希望有方珍惜最後機會解釋清楚。多謝各位。反方第二附件發言時間2分48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進入自由辯論嘅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發言時間，方頭方發言時間剩低30秒就會有1滴，夠鐘就會有2滴。屆時本人就會宣布另一方剩低的時間，咁嗰一方就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者多位辯員，係多位辯員發言。請問雙方嘅問題。如果冇自由辯論，而家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有方話呢啲咁嘅入籍條件係歸兩制，而唔係歸一國管嘅。有方話重複問題。
有方同學今日入籍條件係歸兩制管，而唔係歸一國管嘅，知唔知啊？但係香港唔係國家申報入籍條件，即係我哋唔可以入籍香港，只不過係入籍中國，所以有乜點定？即係今日有方同學將成條題目改變咗，認為入籍條件呢四個字根本就唔應該存在啊！我方講過係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哦，咁啊啱啦，就係問你，咁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定立嘅條件就係喺兩制範圍底下，點解有方同學話我哋係違反到中國，侵犯到中國權利咧？因為有方今日將其他國家例子同香港比較，但香港國家所以有方唔可以將用其他國家嘅標準嚟比較。香港雖然唔係國家，但係喺一國兩制之下，都係佢可以成為一個本體，就好似你入籍係成香港永久性居民，唔係中國永久性居民。即係始終香港都唔係一個國家，所以你唔可以用國家嚟比較咯。我原來今日有方只係針對啲字眼上問題啫，但係有方我知唔知一國兩制下我哋得香港先有呢個情況？既然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香港喺全球趨勢底下見到我哋係有一個兩制底下，我哋有得管理我哋入籍條件嘅範圍底下，點解我哋唔可以仿效其他嘅意思？我想問一下，其實咧有分同學啊，而家咧中學咧小學咧仲未可以做到一個係用嚟測試粵語嘅考試咧，咁我想問一下，而家你哋嘅咁多數以百計嘅人又點樣做？天色都是沒有這些考試框架的，但最後都是定論出來，這些框架我們可以慢慢商榷，而不是現在去作出一些確實的定論，因為社會上不是輿論表示的。我只是想問，究竟今天有方同學是否還是認為為什麼入籍試我們香港不可以管，不可以有定論的意思？其實有方，如果今天連你要考核都不清楚的時候，怎麼整個人改一個更大的亦都有建議過根據出席率嚟判定係咪合格，但有分我麻煩答我意識到咧，你開面咧一開始定嘅根基咧係話我哋同意新移民講廣東話，但係我哋唔同意學習廣東話，咁你哋係咪認為咧一個人生出嚟自帶呢個廣東話功能咧？我覺得如果我哋上咗堂，有上堂，有去上堂，就代表我哋識講廣東話。其實咧，你上咗堂都唔代表你識曬所有嘢，唔見得係一百分啦。咁不如我哋冇讀書啦，好唔好啊？我的意思係有方同埋你不斷喺度話佢哋去參加啲課程可以幫助佢哋學習到廣東話，但係我哋我方一直都係覺得佢哋具體實踐係比較有效，因為你根本你話考核考核同埋你哋冇一個好明確嘅水平，佢話點樣去？考試如何評定申請入職嘅人士，咁根本上俾唔到信號俾我哋，去相信考核同埋參與課程嘅對佢學習嘅關係。其實語言由你學習嗰刻，人哋已經接受咗你㗎啦。再講啦，你話實踐啦，好啦，問你啲街道，你十問九唔知，你知道自己想去邊啊？但係你問路唔識嘅喎，講嘢溝通唔到嘅喎，咁有咩用啊？如果我同學齋學廣東話嘅話，就會知道啲街嘅。你起碼識講啲街名，有方台。如果你連講都唔識講嘅話，你點樣問我？但係香港嘅街名唔止得中文，亦都有英文，同埋香港人真係大部分，即係唔可以話全部啦，但係好多人都可以識得用廣東話同英文或者普通話溝通，所以分辨街道呢個問題係。有方台都識講，唔係全部啦。咁如果佢唔識廣東話嘅時候，我點問路啊？如果我又唔識，佢又我唔識廣東話，佢唔識英文，我點問路？咩內地人識唔識睇過？識唔識睇？識啊！咁如果內地人識睇繁體字嘅話，咁如果大部分人內地香港嘅都係內地人嘅話，咁即係大部分嘅人都識睇街嘅名啦。如果其他外國嘅人可以喺香港度周圍行下，認得個英文名，跟住學下學下，其實好多街名都係由英文咁樣翻譯成廣東或者廣東話翻譯成英文嘅時候，點解係學？咁佢知咗有咩用啊？普通話去就嗰啲新移民定係乜嘢咧？有冇同學？
喺廿幾年嚟都有唔同嘅人嚟到香港啦，到咗新來廿年都冇問題，點解如果無端端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咁同學，你睇唔到問題咧，就唔代表冇問題嘅。睇個中最近咧有零幾年前咧，近年就有啲咩佔中啊，咩圍堵內地客嗰啲，唔通你見唔到呢個係中港矛盾咧？咁有分同學呢個先係部分中啲分子。咁有分同學，你有冇見過啲邊啲分子去圍威太姐阿姐啊？咁而家啲上課客啊，你都有見過嗰啲人啊，俾嗰啲偏激分子去襲擊啦，咁點啊？即係話呢個問題，所以係佢哋唔肯去我廣東話曬先影響香港人嘅嗰啲公一啲憤怒嘅行為咯。咁有幫我見喺呢個情況底下，點解我哋要佢哋學廣東話去改善問題咧？咁廣東係咪中國啊？係。咁如果係嘅話，咁廣東即係廣東人都識講廣東話噶嘛？咁嗰啲係中國人，咁點解佢哋會無端端會有問題求救？都係見面王子，雙方見面。誒，都係見面王子，雙方見面有一分鐘嘅時間預備。有方從來冇交代現況有咩問題，就將
學習廣東話提升到一個決定重要到永久性居民嘅境界。第三就係溝通。今日我方問咗好多問題，對方都冇好好回應。喺必要性上面，如果今日可以因為學習廣東話好，就為永久性居民附加條件，咁英文、香港常識，以至基本法，以至任何當時政府覺得有需要嘅，例如愛國愛港，都可以列為條件。有方全程冇好好交代，先把握以便餘下時間好好代同我溝通一下。在可能性方面，在可能性上面，我方今天重申了很多次執行上面的問題，究竟考核要怎樣去執行呢？我也希望有方可以講清楚。199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為香港為港人內地所生子女成為永久性居民，加上一致居留權證明書的要求，令160萬人喪失香港的居留權，對法治、香港的衝擊持續到今日。今日有方如果基於不充分的理由，模糊的學習標準，再度改變永久性居民的條件，衝擊香港人的核心權利，有方又於心何忍呢？最後，我想講你們的政策可能會加深了中港矛盾，因為如果我們是針對著有很多的新移民講著普通話來到香港，就說我們要捍衛廣東話，就要逼他們學習廣東話才可以入到籍的話，可能這些中國人士會覺得很不公平。從就接受呢套嘅政策，始終方你只有方同學之前提及嘅中港矛盾，可能不但止冇辦法解決到婚姻，反而仲會加深而家嘅情況。多謝大家。我方發言時間為3分58秒，用超時五分鐘。最後由正方見面進行總結，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進行第四場試題。主席、評判、入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啊！琴日我喺準備緊辯論好辛苦嘅時候，我聽到一首歌目《學生的哥哥》，好好温習功課，食的米飯不穿衣服，掛起踢波，盤子的左邊沒有冬陰公湯，同學亦愛莫能助。大家係咪覺得隻隻小息大組合埋一齊完全聽唔明啊？我唔係講緊咩外星話啊，其實呢首歌你一定聽過，就係許冠傑嘅《學生歌》啦。我明啊，我明點解大家唔明啊？因為肥佬左邊成胖子的左邊又真的挺難明的，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假如我今天是一個國語人，聽到這首學生歌的時候，我只會譯到學生的哥哥呢？物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許冠傑的廣東話歌之所以會爆紅，都是因為香港人的身份息息相關。文化學者馬俊傑指出，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中產多了，教育好了，覺得跟內地來的壓山不同了，因為有自己的發展，香港地開始產生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可惜的是，有方同學到比賽最後這一刻都不明白語言和文化是一個一銀兩面，更加不明白我方要求入籍廣東話的苦心。有中觀全場，有方同學覺得學習廣東話是跟融入香港無關係，但是是不是真的無關係呢？沒有必要，實踐是融入社會的一大要素，有方同學都明白啦。但是溝通是最基本的要素，如果連溝通都溝通不到的時候，又何談實踐呢？我們今天要的不是死記硬背，我們今天規定的只是希望可以有一個開始，不是套用，不是改政策。我們香港是一國兩制之下，我們是可以開創這個先例的。正如有方同學所說，新移民大部分都是來港和香港的家人團聚，我們不是個個都是李嘉誠，所以如果這班新移民可以學識廣東話基本的發音，也都可以方便他們日後找工作和日常溝通，增加他們在社會上的競爭力。由回歸至今日，香港多了150個內地的移民，而且每日還會有幾百人來的，但是調查又顯示越來越多的新移民不講廣東話。不如我們想像一下，慢慢會出現什麼情況啊？社區會分成粵語區和廣東話區，於是社區只見隔膜，不見共融，人和人之間只見圈子，不見融合。我想問一下，這個是不是就是有方想見到的東西呢？語言分歧導致文化分歧，造成社會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分歧，香港越來越似一個內地的城市。基本法第5条列明，香港的生活方式是應該50年不變的，但是不用50年，我們香港的生活方式已經變了。香港慢慢失去獨特的性質，逐漸被邊緣化。請問這個是不是有方同學想見到的情景呢？不想走到這一步，所以我方支持
將廣東話列成入籍條件，要嘅唔多，只係希望移民學識常用嘅詞庫達到基本嘅水平，你好多地方都寬鬆㗎，而且係咪考試定係佢計出席率就可以之後再討論。方案細節可以改，但係冇得改嘅係香港人學香港地學做香港人，係對社區會我哋嘅未來都有莫大嘅益處。為咗令香港人無論新定係舊都好，都可以透過共同嘅語言分享生活、分享價值、互相接納。我真誠希望有關同學可以放開胸襟，接受呢個為香港好嘅建議。